版电影《小美人鱼》从选角到上映，至今仍是热门话题之一。女主角海莉·贝利近日接受外媒采访时透露，1997年饰演真人版灰姑娘的非裔女性布兰蒂是她的榜样。当时对方毫不在意自己的肤色，鼓励了很多黑人小女孩。海莉·贝利自己也因此获得勇气。《小美人鱼》的预告释出后，尽管引发了网友两极的看法，但海莉·贝利身为非裔出演美人鱼艾丽儿的举动，也为拥有深色皮肤的女孩们带来了勇气和希望。不少非裔父母公开了女儿看到预告片后的反应，有人感到难以置信，有孩子兴奋地表示，真人版艾丽儿和自己一样黑。海莉贝利透露，她都有看到这些影片，觉得非常感动，看到小女孩们的反应，让她觉得一切都很值得，也治愈了自己心中的那个小女孩。